Hello， 兄弟们，大家好，花篮又到货了啊！我正在清点一下，然后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花篮的金鱼口，看见没有？它能伸得很大，这个金鱼口看见了吗？然后进来鱼之后，它撞这个笼子，看见没有？金鱼口又缩小，再进鱼还是一样的。看，一撞它这个金鱼口就缩小了，进不耽误进鱼，而且这个金鱼口还会缩小，就是这么个原理啊。